主料，木耳80克，苦瓜15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木耳和苦瓜，木耳切碎，苦瓜切片。热锅冷油，先将苦瓜入锅煸炒，然后加入木耳一起煸炒，接着放入适量水，然后放入适量盐，焖至入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苦瓜也可提前捉一下再煸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